呢一位是男士嚟嘅，亦都诶，做咩先无啦啦我握手嘅？我见手就想握嘅，放啦！个姿势系扯咗我过去，系啦，呢一位男神嚟嘅，我话俾大家听啦。我相信全香港咧，冇人唔中意佢嘅。佢咧由细到大咧都好锡我嘅。我記得咧，佢曾經喺我嘅演唱會裏面已經擔任過一次演唱會嘉賓，係咪好有頭水，噏到嘴唇邊咁樣咧？嗱，就咁，今日咧好想大家送一份禮物俾呢一位我嘅特別嘉賓，做一個動作得嘅啫，一個動作，我想咧請你哋做 dancer，OK？、Okay? 一陣間咧音樂一起咧。大家在適當的時候做一個動作，不要吵住，不要太興奮住。OK， 記住，天上有兩個鐘。好像從來未是唱過的，他這輩子都
一首經典的金曲啊！真的真的好錫我啊！你係啊，你個前世欠咗我㗎，應該係啦。你記唔記得你好多好多年前做過我個演唱會嘉賓啊？嗰時候，咦？你當我老人痴呆症啊？我怕你即係你上一次的演唱會咧，我真係有啲愕然嘅，因為我以前咧同佢影一張相。是啊，是啊，咁佢嗰時你，嗰陣時你好白嘅，係，係，但你而家都唔係好黑。你嗰時同你啊，同你阿媽，係啊，個電視台，係啊，嗰陣時你仲喺電視台度拍緊劇嘅，咁咧我就喺鼠咗入去電視城度咧，咦，竟然俾我撞到你喎，咁梗係唔好放過呢個機會，就係呢一張相啊，我就溝掂你啊。講笑而已，我哪裡這麼但不知道為什麼呢，我有些谷鬼氣，什麼事那麼谷鬼氣，我都說剛才還叫我戴耳音安，我說不要戴，我聽不到現場的聲音，不是我不是啊，我想說啊，唱多一次金牌流行火滾，他真的很喜歡唱歌 Game Over Run 啊，你是不是都搞到一場的，我不怕，我比你唱埋落去都仲得。其實我知道你今天第十一場嗎？第十一場啊，你唱到喘曬氣了喎，你個病嘅，我幫人掟緊汗啊！我一頭先啦，最受歡迎男歌手。都係第十一場。咁我知道咧，
呢陣間搶咧嚇，你又未同大家如果搶嘅？係啊，因為我盡量保持住咧同大家個少少係啦，因為我驚病啊。哦。係啊，做咩啊？你想點啊？我已經係病緊啦，唔中。我知，我就驚咯。OK， 好啦，嗱，不如咁啦。首先玩個遊戲啦。係。四面邊個喊大聲啲嘅咧？我哋聽到咧。就對人好，雖然佢外表就好似好惡咁樣，但係內心係好善良嘅。得啦得啦得啦，好，準備。佢史無前例。幾多鐘啊？先搶我個台啲麥講嘢，仲要請埋啲觀眾上台。好，準備，一、二、三。在这边是还有机会的还有一次好后面那个手机是不是你选择那个人上来拍照你觉得我知道你想选他但是呢你不要动先大佬你的东西都有方向刚刚好苦处顶住个肚腩两张你先上来真的你自己合作量我不搞你小心啊小心啊看住啊看住啊好有没有手机啊哦电话都没过你这么清楚啊你搞到了吗后面的嘉宾怎么搞啊估个生那你我今晚拍两次你下次拍四次不如拍十几次就行了来合照啊快点早已遮蓋住我拍一張得啦，遮遮遮。唔係啊，佢咁樣伸隻手出嚟就會顯示要影噶啦。繼續繼續。我揀嘅，我揀嘅。揀嘅靚仔啊！喂，你啊，你啊，你啊！阿飛傑下一次先啦。我揾到啲 friend 上嚟都想得。梗係得啦，你話事啦，大佬。呢個你惡曬㗎嘛？小心啊小心真的小心啊挂着裙添啊挂通花的 Hello 什么 Hello 你好啊你是不是認識古天樂的是啊是啊是啊他平时很惡的不是他刚刚生完刚刚生完啊恭喜你啊恭喜你啊
Oh,